사주 생각해. 알아. 我们过来，不是，背对，转过去，转三，来，等一下，站住，过来，过来。 好久不见，来接过，来，好久不见，想你了，好，不要等他哦，往前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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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往
Oh!
的大哈就是腿长，猪猪姐说她比较娇小，所以呢她就站到旁边。猪猪姐，你小而巧，小而美，小辣椒就是这样子。来，目光焦点，罗明才，罗明才，罗明才，够帅，罗明才，够帅，明才明才，罗明才，够帅够帅够帅，加油！吴雄刚强，非常感谢，在这里，我先深深一鞠躬，谢谢今天晚上来了那么多那么多的乡亲长辈，有从台中来的。有从高雄来的，还有我们新店来的，深坑实地平民，通通站出来了，谢谢大家，加油，加油！我是在立新打拼为乡亲的罗明才，长年以来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地方的进步跟发展，所以经过了二十几年，大家对明才的热爱，我是我内人金秋。我已经从在地心提升到一个特别的境界，就是感恩的心。我非常感恩大家。今天原本就是一个立法委员地方的选举，拍谁啊？这个已经快到总统级的水准了啦！加油！新来的乡亲们，掌声鼓励鼓励啊！加油！我想跟他们做拍摄的啊，那大家都知道，这次的选举很重要，但是在这里我要感谢几位议员，一棒接一棒，希望未来各个是好棒，包括刘哲章，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黄新华在哪里？谢谢。陈义军在哪里？谢谢。陈义出国了啊，但是我总觉得团结力量大。所以昨天晚上初选，因为哲章他的退出，他的承诺，最主要完全就是为了2024年，大家团结才有力量。我们2024充满期待，好不好？好。所以今天晚上感恩的心，我要谢谢那么多的嘉宾，我要谢谢那么多的里长。还有我们陈清吉总会长，还有那么多那么多的贵宾啊，大家齐聚一堂，不仅仅为明才加油，最重要，我们的心里都有一颗坚定的心，就是爱台湾，就是爱中华民国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今天是汤乃馨感恩之夜，我觉得今天的气氛我们可以轻松一点。因为我妈妈也在现场，龙妈妈在。哇，龙妈妈加油！下个月就是我妈妈的生日，我想我们将在新店，大概已经超过了60年的时间了。奶妈也在现场啊，奶妈以前小时候我们家里比较辛苦，奶妈都抱着我啊。起兵好，阿弯弯他短了那里哈，但是我们永远心里存在的就是希望这一块土地是和平的，这个地方是繁荣是进步的，这个地方是有爱心的，所以我希望今天是康乃馨之夜，就跟我妈妈一样，所有人都有一个亲爱的妈妈，我们希望把这个爱的力量化成一个大爱，下个月。就是母亲节了，当我们很开心的时候，当母亲节快到的时候，我们会很高兴地唱出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，哦，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，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，哦，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，希望我们每一个妈妈每一位母亲都是生活在一个快乐的国度里面，希望每一天起床的时候，我们不再有意义，我们不再有害怕，因为我们选的对的人会带给国家和平，我们选对的人，两岸会和平。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拜托大家，2024，我们一定要选对的人，
给国民党一个机会好不好？好，给大家一个机会好不好？好，啊，因为今天总统级的这个水准，我准备把我的棒子交给那个男人是谁？韩国瑜。也看到我们慈祥可爱的我们罗妈妈，也看到我们洪前主席、我们龙介、曾立伟，还有我们可爱的主持人世雄，还有我们李小姐，还有佩珍、世伟、世伟，然后看到新店地区这么多的里长啊，这么多的议员，然后又见到这么多的好朋友，所有大新店地区的父老兄弟姐妹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好，太激动了，我忘记了五哥周习伟了，对不起。啊，谢谢。今天最重要，谢谢民财。谢谢民财，安静，我们今天最重要，谢谢大家，请大家稍安勿躁，快点打开啊，请大家，我们今天是来新店地区，来支持我们心中最优质的立法委员罗明才委员的连任。在这里跟大新店地区父老兄姐妹报告，我对罗明才委员心里面几句真心话，我从来没有对他说过。20年前我在立法院第一次见到罗明才，我真的吓了一跳。你为什么要进立法院？他说因为选民支持我。我说你为什么不去拍电影？你早上看好莱坞电影，心还帅。你是被政治耽误的演艺人。罗明才就哈哈大笑。我们罗明才委员一表人才，长相比金城武、刘德华还帅。说实在的，不是我偏心啊，自己的人怎么看就好看。你看看我们选台北市蒋万安、陈时中在那边，我怎么看蒋万安都比较顺眼。没错，对不对？对。你看看我们现在桃园市长张善政跟前市长郑文灿站在那里，怎么看张善政？就是一表斯文，文质彬彬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不是以才貌取，但是民才啊，永远就是这么笑眯眯。我观察台湾政治30多年，我已经算很资深的政治人物。所有的政治人物，我把它浓缩成六个字，这六个字，罗明才表现的是100分。这六个字是什么字？所有靠选票获得权力的人要谨记这六个字：对人缘，对事方。为什么要对人缘？因为我们很了解我们的权力来自于选民一张一张选票，人民把票投给你是希望你认真做事，让老百姓安居乐业。如果政治人物拿到选票得到权力，高高在上，这个政治人物就应该打拼。我们民才这20多年，所有在立法院、各部会、选区，不管是上山上面的或者基层的，有句话开，跟玉皇大帝可以相处，跟基层庶民也可以相处。民才是不管他们多高大官、多基层庶民，罗明才永远相处。他对的永远是缘，这是一个最标准的政策。对四方，只要民才坚持要争取的，绝对坚持到底。大新店地区的父老，你们可能不太清楚，
中华民国总预算推出来，如果有2兆新台币，它就像一个生日蛋糕。大家开始唱生日快乐歌，唱完之后，国防部多少，教育部多少，内政部多少，经管会多少，就开始起了。这个地区有优秀的立法委员，有讲话话最偏袒的立法委员，他的预算一定比较多，这叫大牌。我们罗明才在立法院真正的大牌，光光我们捷运拓宽线，罗明才一句话就争取了700亿新台币，大家掌声。他在争取400，光这两项就已经1100。我们帮罗明才委员掌声鼓励好不好？好。我为什么要跟大家报告？今天我从云林赶过来参加明才新店地区，除了感恩天下母亲金姐之外，也跟所有新店地区来报告，一个大牌立委，他是多么多么的重要。新北市长侯友宜很认真。很优秀，新北市议员很凶悍，但是对不起，你只能监督，你只能在新北市政府的议会跟市政府之间监督。你要从哪里来得到额外的资助跟补助？你必须靠立法委员。所以大新店地区的父老兄弟姐妹，我们这一次2024年的立法委员的选举，我们非常庆幸大新店地区已经大团结。我们在这里要发自内心的感谢刘胜良前立委以及刘哲章议员，为了团结而宣布支持罗明才。我们帮刘胜良、刘哲章掌声鼓励好吗？谢谢。Yeah.
这首歌啊？对呀、啊，好歌大家用。来，掌声加尖叫声，欢迎我们的亲戚跟我欧弟友。我要听到所有的好朋友，你们对我们的罗伟廉，还有韩总，还有所有的好朋友们，掌声加尖叫声。现在是大家都不让你都不走就对了，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？现在是打开拼搏战。
哦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用你的歌，然后都不走。再一首啦！再一首。我们听了。因为再过几天就是母亲节。对。那呢，我刚好有一首歌啊，是当老公、当男朋友要感谢他的老婆、太太的歌曲。然后一句话就是母亲节。我想用很多集来感谢我所有全天下最伟大、最美丽、最喜悦的母亲们，好不好？我们的来宾先到下面休息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1月13号。